假粉之虎众筹特别版头灯灯组安装教程。第一步，打开头部外盖，取出灯组。第二步，安装电池。头灯灯组使用两颗 AG1 电池。安装完成后，先测试灯组是否正常。将灯组放回头部，盖上头部外盖。按压头部绿色部分，即可打开头灯。